19编号19号这一件，我跟你说，这一件非常的凉，而且它不会变形。因为刚才我在跟阿宇说，之前我们有卖过像这一种，然后它是竹节棉的面料，我觉得那种就是可能会越洗越大，越洗越大。然后今天穿到这件的，它的布料是棉的，不是竹节棉的哦。我觉得它这个料比较不会去变大，就是会撸来撸轻撸轻撸短那样，好这个布料比较不会，很推哦，很推哦。有三个颜色，绿色也很好看，有没有？绿色也很油，绿色、灰色，还有我身上的白色，然后有三个颜色，薄棉哦，薄棉，薄款的棉料哦。来，编号19号哦，哦，好便宜哦。来，这件你们也可以加哦，这件你们也可以加，颜色有白、灰、绿，然后它没有，它是连袖的，没有肩宽，然后胸宽60，袖长26，袖宽24，长度52，下摆55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，只要6590，超便宜的。像这种棉T啊，其实你们都是可以加起来，因为真的就是很透气，然后纯棉又很凉，好不好？纯棉又很凉，它的型真的很好看。然后你看哦，它这一次做的比较不一样的是在袖子，你有看到吗？袖子它这里有在做一半了，你有看到吗？它袖子这边有在做一半，就是不会那么的单调，然后后面是素素的。然后你就是配像这种裤子，五分裤、七分裤、短裤都很好配。像这种上衣啊，我觉得它的是一件很好配的单品，而且只要590，只要590，这种短短的上衣啊，就是可以配宽裤、低档裤、老爷裤或是农夫裤，很好看。这一支的，然后只要590，只要590，喜欢的你要帮我打19白加一，19。绿加一，灰加一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你看它这个是印上去，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英文字母，就是很有点可爱，有没有？然后又很没有这种没有光，这很正面感，很正，很正，很正，不是人很正，我是说英文字母很正。然后就是你看它这个圆弧的很正，对，然后又带点可爱，有没有带点可爱的感觉？这真的好凉哦，就很有型啊，590。590哎，各位，朋友，你跟我听我讲话，有我来听，你剩我一个尔，对啊，是这样。那我等一下换绿色的，我等一下换绿色，然后我先拍灰跟白，我等一下穿绿色的给你们看。这一件很凉哦，超凉的。然后我觉得它三个颜色都可以加，三个颜色都很好看，很凉。590才590哎，昨天我穿这件出外套，觉得哦好舒服哦。我跟你要5天不能见面哎、欸，对耶，我休3天，然后你休2天。对，我需要发我的照片给你吗？那我也可以发我的照片给你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啊。可以。太想你了，有没有？有这么寂寞？我们阿宇很寂寞，有没有？是，没有，我想说。哦，你休3天 啊，然后我又休2天，那我们就5天没有见面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想说要不要发个我的照片给你？可以，没有问题的。然后人家说干嘛？辟邪。辟邪嘞。19是多少？没有啊，19是590，590块而已，590，590块。我们的字典你点上去，上面会有价钱跟尺寸，好不好？如果有疑问的话，你们可以点字顶，点下去里面就是有编号啊、颜色啊、尺寸跟价钱。然后这件只要590，人人人，金凤爱你哦，金凤帮我回答了，对，
金凤有认真。金凤，没关系哦，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啊，就是可以在上面回，就是问，或是我们如果没有看到的话，小帮手也会帮我们看哦，好不好？爱你哦。这一件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好不好？然后喜欢呢，你们就可以在线上直接加一，我们有抽那个熨斗。你看，如果你买了一件590，然后哎，就抽到一台1200多，那一台我们卖多少？好像1250。1250哦，你看就价值1250的那个熨斗机耶，好不好？熨烫机，挂烫机，不好意思，是挂烫机。裤子哦，1000，等一下哈。1250哦，对啊，你看你今天只加一件上衣的话590，你抽到这个就恭喜你了，赚到哎、欸。然后裤子等一下会播1000，这个好像是 Powder 他们家的哦。等一下再看一下。对啊，小编服务很好，赞。小编的服务是真的很好，我们里面的小帮手在就是在回答你们啊，回答任何的问题真的都是，怎么讲，就是很有什么语言啊？专业，就是很专业的，就是他们就是会一条一条去回复你们，所以你们如果还没收到他的那个讯息的话，你们要等等哦，因为他是一个一个回，一个一个回，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是只有一个小编或是两个小编在回答，所以你们就是耐心等待哦。像现在也是服务超好，对，提醒，裤子吗？裤子等一下，我就是这个介绍完，我再来播我的裤子。然后裤子是可以穿到XL号的哦，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舒服，然后非常的大。来，好 ，OK， 滚架。来，编号来到了20号。来，这件裤子我跟你说非常好穿，而且很凉，超凉哦，真的很凉哦。它的布料是，我摸一下，布料是有点，我觉得它摸起来有点像衬衫棉，又加了一点那种棉麻料的那种成分在里面，所以它很透气，而且很好穿。然后重点是它很趴，有没有？你有看到它的版型吗？它的版型真的很优啊，后面的口袋。做趴吧，五趴吧，五趴吧，你讲五趴哦。来，是这一家的，不是 Powder， 是这个，这样，因为他这个 mark 都抽这样哦。这一家的，我们也都会卖他们家的裤子，很好穿哦，很好穿，非常好穿，而且很弹，很弹。来，我拿给你看，你看有没有很大？他的腰哦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买裤子一定要买这种松紧带是短半哎，然后它是弹性非常好的。你买背衣中做暗哎，就是你在拉它很难拉，那这样子你的肚子这里啊就会你疼起来，我就会有紧领，会不舒服哦。你要买那种很弹，你看就是我没有用什么力气，可是你看它就是非常的弹，它的弹性真的很好哦，它弹性很好哦。这个布料是没有弹性，可是它的腰围这里。弹性非常的好，然后有三个颜色哦，有三个颜色非常好穿，真的很好穿。然后颜色有绿、杏、灰哦，颜色有绿、杏、灰，对。然后这是编号20号哦，很便宜。我跟你说，这一套你们真的要加，如果有喜欢可以包套，好不好？来，它的腰围呢，31到57公分。臀围63，大腿32，小腿没有小腿，长度51，裤档40公分哦。它有点微低档，可是它不是那种浪扣内，那种它不是尿布裤，不是，它就是稍微有点微低档，可是它不会觉得很奇怪啦，它不会觉得很奇怪。然后腰围的弹性真的很好，重点是只要920。我们还有红利回馈哦，红利回馈下一件才800多，所以这件很推荐你们买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然后你看到后面怎么样？灰色也好看，我觉得灰、绿、杏都可以，就是看你们喜欢什么颜色。只要920，可以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哦，920真的很便宜。
便宜，这一件你们要懂加哈，懂加懂买，对，真的要懂买懂加，你们真的要加起来，因为裤子啊越来越少，他们的新品真的越来越少，所以你们如果有看到新品喜欢的话，而且你看他又没有破千，才920，你红利回馈下一件才800多，我跟你说真的要加了，因为我觉得它三个颜色都很好看，三色你们都要买，因为很凉，很凉。有没有很凉？它的口袋这里啊，就是做比较低一点点的，有没有？就有点带可爱，然后有点时髦，可爱又有点时髦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可爱又时髦，是可爱又时髦，整套穿起来，我跟你说，可可爱爱，负三度，体感温度负三度，因为穿起来是真的很凉。你就是因为现在真的很热，然后又很闷，所以我就是不要穿那种太厚然后不透气的衣服，你穿上去就会湿疹，对不对？然后对女生的这边妹妹又不是很好，所以裤子啊，我也建议不要穿太合，你可以穿微宽，就是像这种比较透气一点点，对自己好一点。你看整套现在才多少钱？不会很贵，很便宜，而且上衣590，下身只要920呢，对不对？对，买起来了。猪猪，谢谢。真的真的，我跟你说，5%，5%，5%。哦，好，它后面也很好看哦。布料真的很薄，布料真的很薄，很舒服。然后你要折不折都可以，要折不折都可以，因为我现在是有折的，我现在是有折哦。然后不折也可以哦。然后有三个颜色，有三个颜色哦，有这个杏也好看。然后像这种杏色啊，你上衣啊，就是可以配比较像，你可以配像这种橘色、咖啡色系也可以，就是好配啦。它真的是好搭，好搭配的衣服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喜欢？赶快加，只要920哦，920元。那我要拍照咯，你们喜欢的赶快加，赶快加，哦，先加先赢哦，因为现在断货很快哦。好，好 ，OK， 这个是编号20号，颜色有绿、杏、灰，只要920，然后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很推荐裤子跟上衣哦，因为很凉。OK， 那么换下一组了，还有几张？西瓜，西的，西瓜，好几组西瓜，西瓜，中了给我的洗衣行挂你啊，没有别人可以看的。哎呀，新款，我先上这一个，我赢题啊。哦，你赢题啊？我喜欢啊，你休闲用哪一支啊？黑色、白色。哎呦，假死啦！假死啦！我惊，拍摄我惊笑到一点仔大声。来来来，有没有很美？就基本色啦，就是黑色跟白色，它就是一件素素的上衣。然后它的手袖这里呢，是衬衫棉，然后中间这个是棉料。旁边这一块它也是接衬衫棉，它是两种材质下去做拼接的，然后可以穿到 XL， 好，然后拉出来的长度呢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它不会太短，可是也不是说长版的那一种。那如果你今天是穿有造型的裤子的话，你就是可以稍微扎一点点，这样子看起来比较有层次。然后旁边有没有？它有接衬衫棉的材质，然后后面是棉。然后袖子也是衬衫面，两种材质下去做拼接哦。好，就是可以折一下袖子，看起来比较有精神。今天的关键字是新品美翻了，然后啊，你有打关键字，然后公开分享的话，我们就是抽2名300块，然后。线上加一，我们就是抽挂烫机一个，我们应该都送完了啦。哦，对，没了没了，有可能还剩一台，可能还剩一台都没有了哦。所以如果想要挂烫机的话，有没有就是在线上加，就尽量在线上加。那我念一下尺寸哦，
编号是几号啊？21，编号21号。来，这件打折下来呢是750，肩宽45，胸宽58，袖长23，袖宽26，衣长67，有弹性，可以穿到 XL 没有问题。然后我觉得它的白色其实也还好哎，不会透明哦。一点点而已，真的一点点，因为我觉得它的白色的那个布料，它的棉是扎实的棉，它不是那一种很薄很薄的那一种什么竹节面啊，那一种不是，它是扎实的棉料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里面是穿浅色的内衣，还 OK， 它没有不至于说到很透明。然后后面是这样，下摆呢它有车，啊嘞，又掐一半。它后面有没有，它下摆是有缩的，有车一板，跟一般的那种车法是不一样的。那我现在穿的是白色，然后还有黑色。哦，是啊。对，就是基本色。嗯、我有看到孟君来了，孟君下班了吗？下班了没？位置。白色哦，白色哦，快点，你的颜色白色，好哦。那喜欢的自己加哦，编号21号，喜欢的打21白加1，21黑加1，它就是一件素素的上衣。对对，然后衬衫棉跟棉料下去做拼接，这个下半身啊也可以配条纹啊、点点啊、线条裤，就是有比较有花色的裤子，花花裤也可以，因为它上衣比较素嘛，所以如果你有比较花俏的裤子都可以用这种苏宁的上衣来配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那我拍照喽。嗯。这样。而且我觉得它不贵，它打折下来才多少？750。啊？秀啊！秀啊！没啊，它打折下来才750。它有型的呢。现货款，喂，现货款，我的裤子有绿色跟橘色，有绿色跟橘色，现货款哦，现货款。然后它的材质呢是衬衫棉布料，整个布料呢是有弹性的，穿起来很凉，完全不会贴肤。然后我现在穿的是 M 号，我觉得版型稍微一点点偏大，因为我现在穿 M 号还蛮松的。哦，我觉得它的版型稍微偏大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是 L 号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穿 M 号，可是穿起来就没有那个微松的感觉哦。所以就是自己想要穿什么样子的感觉，就是自己拿捏一下。像我喜欢穿这样松松的，我就是拿 M 号。那我穿 S 的也可以，然后穿起来就是比较合身，穿起来就比较合身。然后你就是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感觉，下去取决你想要拿什么尺寸。妹妹今天穿好像老师的。是要配外套，有没有？你是老师，很像老师，我是上班族，然后坐在办公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陈老师你好。我这样，妹，今天怎么穿学坊的，很像老师啊？就比较正式哦，就比较正式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像去面试，有没有？啊，可是又很像老师坐在那边批改那个作业。陈老师，我叫你去帮他快乐一点。对啊，我觉得我跟今天整天那个肩膀真的痛到不行哎、欸。我今天上班而舞，嘿舞，我也很酸，超酸。我刚才叫阿宇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老杯少，我们帮你拉一下。然后我拉他之后很好拉，他拉我的时候啊，好，你不要拉了，因为我的那个，你知道拉他全部都是骨头，我也很痛哎、欸，因为他都是骨头。骨头一直在撞我的腰，他说他很痛，我说我更痛，因为都是骨头一直在顶我。我说好痛啊，你不要拉，我靠，你怎么连一点肉都无？你是皮吗？是皮包骨？哦，超难背、欸。哦，我想说我可以舒服一点，然后一背上去啊，好痛好痛，你不要背了，好痛。我练了弄骨头啦。第一次背到你不要背我，好痛哦！我也很痛，被骨头撞到痛。来，编号几号？22号哦，现货款哦。这件那么贵啊？就这么贵。那
来，那个绿色 L 只有两件，然后橘色 M 号三件 ，S 一件 ，L 一件，这样子都剩个位数而已。然后，哎、欸，阿哥一样没量，一波量。所以你看那边，我抓看前面哦。你们点开那个字顶，对，你们点开那个字顶，我们那个小帮手有打那个尺寸上去，嗯，对，很好穿。然后前面呢，它这里是一颗扣子，然后它可以说它是一整圈都是松紧带的。我现在穿的是 M 号，一整圈都是松紧带，然后我穿 S 也是可以，就是围就是比较合身，然后穿 M 号的感觉会比较好看，是因为这样子它的裤板才会出来，就是有时候不要穿太合身。那个有一点微松微松的感觉，卡喝垮卡趴。这里斜口袋，然后后面的口袋也很好看哦，后面口袋也很好看。然后这里啊也有一个他们的布料，就是他的布料，他是赢在他的布料，三菱家的是赢在他的布料，因为他们家的裤子啊做起来都是素素的。其实你说真的，你每一款你在看都很像，真的都很像，可是他们家的单价会比较高，是因为他们是赢在他们的布料，因为他的布料真的用得很好。因为它这个穿起来是很舒服的，夏天穿真的很凉。它不是那一种真的很厚，就是比较不透气的那一种棉料衬衫棉。因为料真的做好了，它像六十真的，而且三菱这个牌子真的已经在韩国已经真的很久很久很久了，是一个老牌子了。所以你看哦，他们家的裤子还是很多人喜欢。然后这一次，对，这一次它就是出了比较特别的颜色。有没有就是有橘色跟绿色，就是偏比较色库型的，因为他们家就是做牛仔啊，做黑啊，做蓝啊，很少会有这种颜色，有这种色库出现。所以今天这个只剩个位数哦，你今天是穿什么尺寸，你就是加什么尺寸，这样穿起来的感觉就会跟我一样，就有一个微松的感觉，好不好？然后下面就是配一个布鞋、休闲鞋、勃肯鞋，就会很好看了。对，然后橘色你上衣可以配杏色配白色，绿色也可以配杏色白色，黑色都可以。其实这两个颜色不会很难搭，好不好？不会很难搭。想要挑特别的颜色就来看这一款，好不好？来看这一款。OK， 那我拍照咯。好。是留下电话号码，好回家啊！哦，我头发痛，又有点掉无。哦，真的哦，我今天头发跳出来。哎、欸，我的腰很痛哎、欸，被骨头撞到痛。哎、欸，这现货的裤子真的很珍贵、欸，因为这个其实韩国已经都没有了，没有货了，你要追也追不到。所以如果是刚好你可以穿的尺寸。就可以加，因为现货款真的不用等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橘的很美，它不是那种荧光橘，它是橘，然后带一点点灰灰的感觉在里面，所以它穿起来是柔和的。其实这个橘穿起来很好看，拍照起来很美，不要错过这个，好不好？真的不要错过这一件。然后你看，随便配一个白 T 就很好看的，全身很亮，它穿起来跟牛仔裤的感觉真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它配起来穿起来跟牛仔裤配起来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哦。你如果真的很常穿牛仔裤的，你可以来一件这种颜色色裤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看呢、欸。对，美翻了，美翻了。加起来好不好？加起来。各位朋友，新款不用等。对啊。来哦，新款来了，新款。真想把我的肩膀剁掉。
真的很酸，你知道那个酸啊，是那种就是很人家拿着那个针，然后很多支，然后从你的那个肌肉有没有这样子，慢慢的这样钻下去，然后它会一直在你的肌肉里面这样子插插插，就会很痛，那是那种刺痛感，好不好？刺痛感，对我抢了他的风头，有没有？因为他太美了，我不能认输。你抢我风头是你美，不是，是因为他迫不及待想出来了，他踹我下台，嘿，这样吧，好了，耶，来边上来到23号哦，来这一家的这个牌子，有没有这个牌子？两个颜色，而且是薄款，你们有看到吗？这样子，我这样再搓。它质感很好哦，质感真的很好。然后前面啊，它这个是香水瓶吗？是，而且它有烫金，还有亮片、亮粉。然后它是印上去的，质感真的有没有很好？这种跟我们在卖的那种味道不太一样。然后这个是比较正式吗？它算比较正式。雨下不停，雨下不停，心情也不定。好，宝贝，对不起。对，你看他又抢了我的风头了。你看，然后我在后面呢、欸，我没有去前面、啊。然后这个颜色是咖啡色，然后我身上这个是黑色。然后重点来，你看哦，他的袖子这边有做这种高低，有没有？他袖子很特别，是有做高低的感觉。然后它的这个下摆啊，一样有做前短后长，然后旁边有开叉，前短后长旁边有开叉，它的版型有，然后料也很好哦，料也很好。嘿，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，我很爱你们哦。在到底几号？哦，23。来，编号23号，来，这一件呢、啊，它的肩宽48，胸宽53，袖长25，袖宽22，前面的衣长60，后面64哦，下摆55公分，来，可以穿到 L 号，可以穿到 L 号哦，要的帮我打23。带颜色加一，只要1480，只要1480，要的要帮我打23带颜色哦，23带颜色、哦。它版型呢、啊，跟它的布料，还有它前面这个跟我们之前卖的，像什么英文字母 T 啊，或是那种竖 T 啊，比较不一样。然后喜欢像这种的感觉，你们可以来加一，因为这种衣服真的很少，好不好？海豚来了。摇一下耳冠，就觉得我的骨头顶飘飘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人喜欢？又开始大声了，不好意思了。我小声一点好了，喉咙怪怪的。来，编号23号，颜色有咖跟黑，有咖啡色跟黑色，只要1480，可以穿到 L 号哦，好不好？那喜欢的你们就自己加，有两个颜色，两个颜色都很好看，黑色基本款，然后。咖啡色是比较亮色，好不好？咖啡色比较亮哦。然后重点是我跟你说，在它的袖子，我有没有？我刚才有讲，它的袖子有做高低，然后下摆一样也有做那种前短后长，料真的很好，很舒服哦，完全不会变形的棉。OK OK， 那我要拍照喽 ，Camera。现货哦，裤子是现货款，不行，裤子太弄开应该没有一样。真的，现货哦，特价款哦。哎，几号？编号24号，编号24号哦，衬衫棉料穿起来很挺。编号24号现货哦，黑色一件，绿色两件，白色4件而已哦。重点是它可以穿到大 L 号、L 大 L 都可以穿。它的腰围35到50，臀围65，大腿35，裤长51，长啊裤档36。
要970哦。重点是它的衬衫棉料是挺的，它的衬衫棉料是挺的，米色哦，它是算比较偏米色，不是白色，所以它不会透明，好不好？它不会透明哦。是版型很好看，就后面有两个口袋，大口袋，然后前面呢这边有个装哦，有一个小口袋，这边有没有？然后两边一样都有口袋哦，版型很好看，它是比较属于那种宽裤裙的感觉。哦，有没有？它比较属于宽裤的感觉。然后我身上这个是绿色，好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只要970哦，只要970。然后我是有把它反折，你不反折也可以，反折不反折都可以，因为它是比较硬挺的布料，所以它不会掉下去，好吗？它不会掉下去，只要970，只要970，便宜，对，超便宜的，好不好？各位朋友，喜欢的帮我打24，淡颜色加一哦。黑色只有一件，白色跟绿色都是只有个位数而已，好不好？只有个位数，而且它是现货款，版型真的很好看。好，版型真的很好看。然后我身上这个是绿色，很挺，然后这边有个小口袋，可以放零钱，然后两边一样都有口袋，然后后面呢，怎么样？有两个大口袋。而且重点是要只要970耶，只要970，有没有加？有没有人喜欢？不要顾打着打关键字，因为今天没有想要买衣服的那个吗？对呀、啊，好不好？加了加了，现货我卖完就没有了，所以现货我们没有放再来去逛逛。然后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卖完的时候，我们会放到粉专上面让你们下去加，或是私讯加也可以哦，或是私讯加。夏天啊，我觉得夏天要买短裤起来，帮我们最近买好多短裤，好多短裤真的很好看，好不好？然后喜欢你们都可以加，那我要拍照咯，好帅哦。轻哦，然后就感觉好穿，真的好穿，然后颜色也很美，颜色就是绿色跟黑色，还有一个黑色，基本黑。它材质很特别，它是有一点点很像那种滑面布料，滑面布料。然后啊，这扣子呢是做隐形的哦，就是这一件啊，我们后面就是卖棉麻卖得很好，他们家的。棉麻卖得很好，他们家的，然后它的这个隐形，它是做那个扣子是做隐形的，然后上面啊这个啊，它都还有一个装饰线在这边压起来，有没有？它这一块就不会翘翘，就不会翘起来，它这边都有绣那个装饰线，用同色系的装饰线。然后我现在穿的是绿色，你要说它蓝色也可以，它就是有点绿蓝绿蓝的，蓝绿蓝绿啊，有点蓝绿蓝绿色。然后你看哦，它可以当洋装，然后也可以当长版上衣，就是你里面也可以配裤子，或者是可以当罩衫，打开里面配小可爱也可以。像这个就是很 CP 值很高，可以多
多穿，就是多变化。然后颜色就是黑色跟绿色。那我报一下尺寸哦，编号是25号，打折下来是1960。洋装哦，1960很便宜哦，要不然像这种洋装，其实一件都要破2000，一件都要破2000块，好不好？编号25号，来，胸宽60，袖宽18，衣长108，然后它是连袖的，它这个是没有肩线的，它穿起来就是有点小包袖的感觉，小包袖的感觉。重点是它的材质真的很好，然后两边有口袋。两边有口袋，有口袋，安呢？有没有人喜欢？今天人呢？你们看一看，人都出去了吗？是吗？有没有人在？
很便宜哦，而且它穿起来真的很凉，它材质真的很轻，超级轻，挺慢慢，对，然后它就是有一点点刷刷刷的那一种感觉，可是它又不会像那一种防风布料那么的吵，有没有防风布料是不是很吵，可是它这个是还好，整件真的很轻，给它一个机会，我觉得他们家的衣服的材质质感真的都不错，可是他们家的就是没有什么图案，就是整个都是素的，素素的，然后简单有型，然后你看它后面的这种打折超级好看，有没有？有，然后穿起来就整个很瘦啊，有没有？穿起来整个很纤瘦，很纤瘦，你衣服穿起来显瘦，那件衣服就是要买，穿起来会显胖的就不要。 OK 哦，那里面可以配裤子，要配不配都可以，可以配裤子。 OK， 那我拍照咯。笑喷了我。原谅我，安不是故意的哦。好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吓我跳啊！怎么？啊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哦。啊？我自己也吓了很大一跳哎、欸欸！怎么裤子都在这里？怎么裤子在都是一样的裤子、欸？对。哎、欸，奇怪，他们怎么都进去的？他们自己溜进去的。好啦，换下一件啊，都没有人喜欢哎、欸。质量是薄的，猪猪，质量是薄的。桂芳这件真的很好看，而且我觉得穿起来气势很好。然后，如果你是今天不懂得怎么搭配的人，你就是一件洋装就对了。对。然后有口袋，该有的都有，哦，该有的都有。那你如果想要更有层次的话，里面就是配一个宽裤，配一个裤子也可以，哦。很薄，这件真的很薄，很舒服。可是它薄不会说让你是觉得透明的那一种，因为它不是棉码。它棉码如果很薄的话，是不是会透明？可是它不是，它不会，它不会透明哦。好穿哦，真的很好穿，整件很轻，而且我觉得它穿起来肩膀很小。哦，因为它是没有肩线的，它整个穿起来肩膀这边很顺很小。OK 哦，啊加起来呢？为了那个挂烫机，好不好？为了挂烫机加起来，职业妇女日常事多，忘东忘西，大家都会，真的。最近我又很忙，最近这一个月要忙那个搬家，然后又选家具啊什么的哦，我真的整个头都快要爆炸了呢。其实现在我先生也不敢交代我事情，因为我马上都会忘记。好了，让你们自己加哦。来，来，来。这件好好穿哦，很凉，好凉哦。来，编号来到了26号，编号来到26号，颜色呢有橘色。橘色、黑色跟灰色，然后它的布料是凉感的布料哦，就是它一触碰到它有没有这种布料，就是你会觉得它凉凉的，是有点也不是滑，也不算滑布，可是它布料就是很特别，是棉的，是棉质的，然后这里有做一个滑布的口袋，它这个口袋是做滑布的口袋，黑色的也是哦，黑色也是，这边是做滑布。然后呢，它袖子下面呢、啊、有没有袖子腋下这里，它有做一种就是也是防风的材质，它有两种不一样。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的袖子，然后这边有松紧带，这边有松紧带，这边有松紧带。李工，如果之后奶云再来一次，他就让我打屁屁的。好，这样你屁股要给我翘高高。有没有？然后这边是松紧带哦，然后它腋下这边就是那种接防风的布料，它的布料真的很有特色，说真的是很有特色。超好笑，而且我今天还说，哎，老弟是不要插头嘛？哎，对，我来洗衣啊，插头洗过，插头也洗你，你给我个低了掉啊！我来插头洗过了。来哦，颜色啊，你看，我觉得橘色也很好看，然后灰色啊，就是它的配色可能看不太出来，我觉得灰色可能比较。没有那么的突出，我觉得你们可以挑橘色或是黑色，它颜色就会比较亮色，比较亮色。编号26号，来可以穿到XL号哦，非常的凉。我回家自己罚跪好吗？好，我刚才自己打巴掌。罚跪，
罚跪。来编号26号哦，26号，它是那种质感很好，然后有点凉感，穿上去就凉凉、冰冰凉凉的感觉哦。来，肩宽55，胸宽59，袖长27，袖宽23，衣长59，下摆56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颜色有橘、黑、灰，只要1070哦。三个颜色很推哦，很推黑色跟橘色啦，因为我觉得黑色跟橘色比较，它的配色比较亮，它的配色比较亮亮色，然后灰色啊，它配色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凸显它这种口袋它的特色，有没有比较没有办法凸显？可是如果你是要配下半身要配黑裤的啦，你们就也可以挑这种灰色系的，好不好？也很好看，可以穿插楼号哦。赶快，有没有喜欢？有人加一杯，有人加一杯。没有，没有人喜欢哦。新品哦，新品哦，而且重点是它很凉快，很舒服，很好穿，然后可以穿到 XL 号，可以穿到 XL 号哦。然后呢，它的袖子这边是有做松紧带的。它可是它是造型啊，它不会 完全的是收底页手镯这边会让你不舒服，它是做造型的，会让这样子袖子看起来有点哦蓬蓬的感觉。好，这样子有型哦，哎，喜欢你们都自己加哦。那我拍照了哦。立体的，它是有做立体的，它的边边是做绿色的边哦，这样会比较有看得出来这边有口袋，有没有？它的配色，它是配黑配绿哦，黑配绿衬衫布料，然后它的下摆呢是有做，我看一下，它整件啊是做有造型的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就是有点像农夫裤的感觉，它是有车线哦，有车线，有做造型的。有做造型的，然后后面呢，它这边一样有做一个口袋，也是立体的。然后它的里面的布啊，它是接绿色的布哦，超薄，超级薄哦，这一件很薄。然后它的腰围啊，还蛮坦的。然后我讲一下尺寸，编号27，编号27，它的腰围33到50，所以它可以穿到 L 号。它的腰围没有到那么的大，可是它弹性也很好，所以它只能拉到50，所以就是建议穿到 L 号，好不好？ L 号或是大 L 也可以， XL 的腰围就会太紧了， XL 腰围就会太紧。臀围66，大腿34，小腿27，裤长81，裤档40哦。布料是没有弹性，它只有腰围有弹性，只要1300。小啊，这条我刚穿起来足胖，然后又很便宜，只要1300。有型的裤子啊，1300真的很便宜，所以你们懂买懂加好不好？你们就加起来，因为它真的有型啊，它穿起来大概9分，有没有？它穿起来大概9分，然后穿到 L 号或是大 L， 好不好？然后喜欢你们就自己在线上加，线上加一就是有抽那个挂烫机，好不好？加一有抽挂烫机哦。我的上衣吗？以前我的上衣是27，以前我的上衣是27，然后有三个颜色，有黑色，然后黑色啊，这边口袋是配有点比较那种防风的布料，它也是黑色，只是说它配色起来有没有比较不一样？然后它的手袖这个腋下这边它也是接不一样的布料哦，还有橘色，然后我身上是灰色，也可以这样搭配，很凉哦，又很有型。很凉又有型，好不好？然后裤子啊，你们真的加起来，因为它真的很好看，就是比较不一样啊，就是跟你们以往买的裤子啊，素面的比较不一样，它是造型裤，它算是造型裤。
然后后面啊，屁股这边啊，口袋也很好看，衬衫棉料哦，衬衫棉料 ，OK。啊，喜欢的都可以自己加啊，只要1300，1300哦，你们自己加，自己加，当自己加。你们，你们当自己家哦，啊、当自己家可以可以可以，你们当自己家。27号哦，黑色。哎，我们光上，然后光上面上面几家，当自己家，自己家，自己家哦，自己家哦，对，哎，当自己家，当自己家，随便做啊，好，随便做可以可以。不是那一种很艳红的那一种，艳、啊、对，它里面带一点点白白的，白白的感觉，它是有点刷白，有没有？就是水洗色，然后这里有没有水洗灰、水洗绿？那时候我们也吓到，你们也吓到、哦，原来你们在那个手机外面也都吓到了。哎、欸，我吓更大力，我吓更大力，送七力啦！我真的吓得更大力，好吗？吓到我三魂七魄都不见了。而且我还追加了呢，要求啊你。好险，我有先带我带那种靠机。啊，你看它灰色是配红色的英文字，我觉得它其实有点撞色，很好看，配红色的英文字。然后它的手袖这里呢，它是有没有它的车线是从这里下去，就有点很像棒球衣的概念，它是没有肩线，它是整个是连袖的。这里英文字很美，然后绿色是配紫色的英文字，然后红色是配。蓝色的英文字，三个颜色都很好看。外拍穿这个照，就是拍照起来的效果也不错。重点是它真的很凉，然后单穿一件就好了，不会透明哦。然后这是 Powder 家的 ，Powder 家的这一间，我们也很常卖他们家 Powder 家。那我念一下尺寸，来编号是几号嘞？28，编号28号。来打折下来是810，胸宽53，袖长21，袖宽23，衣长前面53，后面56，可以穿到，我觉得是可以穿到 XL 吧，53，这么小，我量一下，好，借我量一下哦。穿到 XL 号的，有没有？它就是宽宽的，它就是短版，然后宽宽的。然后它下摆呢是有这样子，有做收边的感觉，下摆有侧一块一块这样子宽版的，宽版的下摆很好看。我觉得三个颜色水洗色都很美，它
它不是那种很饱和很饱和的颜色，它是水洗布料，水洗灰、水洗绿、水洗红，它三个颜色都是很好看的，然后就是配这种撞色的英文字很可以哦。那喜欢的可以喊二八红加一，二八然后绿加一，二八灰加一，三个颜色八百一，打折下来是八百一。有想要看什么颜色可以点菜哦？还是我要换绿色？好，我先拍红。李贝啊，哎，李贝，奇怪，我来上午，阿李贝。拿一下牌子哦，这个灰色也很美。其实这个灰色啊，它是配红色的英文字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然后绿色是配紫色的英文字，有没有？你们觉得它的颜色是有点水洗，就是水洗布料，水洗布料的颜色，就是跟一般的那一种布料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它也是薄款，然后不会透明，薄款不会透明，然后下摆也做得很美。重点是它这里的车线，它会感觉你的肩膀是很小的，因为它是没有肩线的，有没有？它是整个这样子，整个这样子车线下来的，所以你是从这边，它车线从这里开始，所以你会觉得说视觉效果，你的肩膀缩小，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李贝老卡哦，太无甲看起来。我伫底下内底，面条无想要穿。好，那我先拍，讲，我等一下换绿色。杏林，好。啊，杏林呢？要什么颜色？杏林，要带颜色哦。杏林，二八要带颜色哦。今天生意很差呢，所以你在线上加的，你们中奖机会真的很高，几率很高，很好中。我们线上有抽挂烫机一个哦。线上，哎，还有喂。有抽挂烫机，来，我现在穿的绿色，哦，绿色也好看，怎么那么美？绿色也很好看，呜呼！就是说二五绿我加了，二五绿，然后什么？二五绿是？可以看一下颜色吗？二五绿是洋装，洋装，洋装好。来看一下颜色，二五绿，二五黑，对，绿黑，这件质感爆炸好。收到货你就知道了，真的，哈、哦，很凉哎，我那材质人家做好哎，不是用随便卖，我们是要做永久的生意，我们不是要做你一次生意而已，啊、所以我们的材质都是选很好的，是，讲得非常好，是，来拍，拍，好。好，再来是我的裤子现货款哦 ，S 一，不客气，主主 ，S 一 XL 一，好，就这样，对，好，阿凯不掉 S， 掉这 XL， 我一漏口，我帮你粘，版型正常哦，我现在穿的是 XL， 然后你就这样子看，然后它就是现货只剩 S 一件，然后 XL 一件，然后编号是29。来，这件打折下来是1280，它 S 的尺寸是35到43，臀围是9，
然后大腿24，小腿16，裤长86，然后 XL 的腰围是37到52，臀围55，大腿26，小腿19，裤长93，版型正常哦，他们家的版型都正常，前面有扣子有拉链，后面有做松紧带，很好穿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布标皮标，这里有个皮标，然后它就是蓝色，然后这边刷白，后面口袋也很美。然后是这个牌子的，哎，进来哦，现货款哦，而且很便宜哦，才1250，哦不是1280，现货牛仔裤1280，韩国的裤子1280真的很划算，喜欢的赶快，只有各两，只有一件 ，S 一件 ，XL 一件，只有 S 一件 ，XL 一件，你今天是 S 的，你就是赶快，你是 XL 的，就是赶快了，快点。很好穿，然后布料是薄款的，薄款的牛仔裤，然后整件都是有弹性的，然后这里有稍微抓破一点点而已，这边也是稍微抓破一点点，它就是很正统的，就是蓝色然后刷白，深蓝色刷白，穿起来很亮哦，上衣配白什么颜色都可以，上衣配什么颜色都可以，现货款，现货款，确定诶，现货款。阿宇穿 S 的没有，我现在穿的是 XL， 女 S 有没有掉？我们小帮手 S 来给对，所以我现在穿的是 XL。如果你今天是 M 号的，你也可以加 S， 因为它这个后面是松紧带的，然后布料是有弹性的。你如果今天是 M 号，你也可以穿 S， 他们家的裤板就是整个都是有弹性的，很好穿。现货1280呢，超便宜，卖好我讲遮久啊。1280真的很划算，很便宜，不用等哦，不用等哦，不用等哦。我觉得那个秀清你也可以穿 S， 对啊，对，秀清你可以穿 S， 而且1280真的很便宜，穿起来很瘦，因为它不是，它就是旁边这边是刷深色，内侧也是刷深色，只有大腿这一块它是刷比较偏白色而已，所以你穿起来你的腿是瘦的，好不好？穿起来你的腿是瘦的。你这个口罩真的一七三八五，好美哦！真的，有没有？它有点马卡龙的那个蓝，带灰啊，莫兰底，对，就带灰。有没有？它的蓝带一点灰。如果它是亮蓝的话，皮肤会显黑。黑，对，对，它就带一点灰，皮肤才会显白、嗯。漂亮。这个你要买十盒。刚刚贴了太多了，因为有可能会缺货，哦，对不对？对，欸、我觉得因为你看像迄个乌伊的一张一张嘛，对啊，他就真的卖那个口罩，真的你是可遇不可求呢。对啊，你现在想要找我们要买的那种，就是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刚刚也就是一张一张，薄吧哈，薄啊，就跟我们戴那个一样。可是我怎么觉得我戴那个有点厚啊？会吗？薄欸，薄、啊、薄，我也觉得很薄欸，我现在都戴这个颜色。我觉得很棒。哎、欸，是我们有买这个颜色吗？你没有啊，你没有，哦、你是在买灰啊？我是后面又给他加一盒这个啊。可是我们之前呢？之前我们有各一半。对嘛？有对这个颜色各一半。对啊。因为我觉得戴这个颜色皮肤也是会提亮，这个颜色啦。哎、欸，有的口罩的颜色戴起来真的不好看嘞、欸。对啊。就是你会觉得、哦、我今天脸怎么有点灰灰暗暗的？对。口罩的颜色很重要，你就是跟衣服一样，就适合你的颜色。你口罩现在口罩是必备的啦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口罩颜色真的也要选，要也要选。哦、我今晚不是在买口罩，我今晚不是在买口罩哦，啊口我要备吗？那我拍照喽，我拍照喽。哎、欸，现货款哦，就是你要线上加啊，我线上加才抢得到，线下不会领物啊。是的。好了，金公公，我们下班啦。看没人要买嘞，真正。是是，才下播啊。卖人嘛，只个袂无聊啦。嘿，呜。好，我看绿色有拍吗？绿色。我绿色刚才有。有拍啊。牌子有有有有。有有
太低了。我满觉得太低。好，那我们换下一盘了哦。耶，来哦，编号来到前方哦，三十而立。所以今天三十，那四十呢？四十如虎。没有。那，所以这件是现货吗？现货啊。好。那我是。嗯、没有就卖。就卖。来哦，编号来到了30号，颜色就是黑跟白。然后啦，就是这一件呢、啊，我们是不是都会卖他们的？我们都会卖他们家的牌，就是衣服。之前有卖一件是这边有纽扣，有没有？这边有扣子。然后这一次他就是做这种，可以绑起来、竖起来，让它皱皱的。然后重点是它的布料非常，它的布料真的很凉。对啊。对啊。啊，对啊。因为这个号码不见了。对啊，就那个下次啊。可是那个照片有别人。啊，可是要几号啊？几号？这个编号30哦。39吗？好、哦，这个就是有两个颜色，然后布料是凉感的布料哦，两个颜色就是黑跟白，就黑跟白两个颜色。好看，然后又行，就素素的。然后你看，我是把它稍微绑结、抽绳，然后绑结在旁边，有没有？就让它有一个开叉的感觉。然后后面呢，它就是短版的，其实不会很短啦、啊，它就是不会很短。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布料非常的舒服，就是有点凉感的布料，穿上去就凉凉的。有型，它下摆是可以抽绳哦，然后这边是做有点开叉的感觉。两个颜色只要970，我已经这样，你都没人要加了，来到下一件试试看嘛，好不好？真的就是它很凉，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 S 到 XL 都可以穿。然后两个颜色是有型的罩衫哦，它是有型的哦，有没有？它是有型的。S 到 XL 都可以穿。一场多少？一场，没给你。一场的话是54公分哦，一场54哦。琼衣一场是54公分，然后两个颜色，然后它的布料是那种凉感的布料，是那种凉凉的，很舒服，就很好穿。只要970，只要970哦，喜欢的赶快帮我加一。美吗？赶快哦，赶快加哦，好不好？赶快加，然后后面素素的这样子 ，OK。然后这边它这边的车线啊是延伸到肩膀这里，有没有看到这边？它延伸到肩膀这里，然后下面就是变开叉的感觉，下面变开叉的感觉了，好嘞 ，OK。那你们喜欢的就可以自己加哦，就两个颜色。两个颜色哦，黑跟白，没有选色障碍，看你们喜欢黑或是喜欢白，都可以哦，哈，都可以。你知道这个怎么贴纸？谁？全开唱。对啊，一样叫几遍啊？好，两个颜色哦，两个颜色。颜色970，
卖的时候，那时候就进了超卖的超好的哦，因为它很薄，超级薄。如果你们想要当防晒裤，然后又想要穿牛仔裤，不要太厚的，你们一定要买这一件。这个是现货哦，这个是现货 ，Tony 他们家的是现货，我看一下。来，编号三一 ，M 号只有三件哦 ，L 两件 ，XL 五件，这样子好不好？然后喜欢的你们就直接在线上加，因为这个现货没有追加了，然后也是算我们后面有追，就是多追进来，因为它很薄，它很薄，颜色很好看，它的刷色超美，我跟你说它的刷色真的很美。尺寸你们就正常拿就好了，尺寸就是有 M、L 跟 XL， 只有各几件而已。所以你们喜欢的、喜欢牛仔裤的薄款的，你们就要来买他们家了，好不好？现货卖完就没有了。重点是它的颜色、刷色很美，超级薄。就是你们因为很多客人来就想要找那种夏天韩国牛仔裤，是那种很薄、很薄、极薄的那种。牛仔布料就是这一种，很多客人一穿上去就说：“哎，那我要买这一件，因为它真的很薄，它薄到就是你们喜欢的那种薄度，真的很好看。颜色你们这一件真的要加一，没有办法追加了，就是现货卖我们就没了，好不好？要带颜色，要带颜色哦，来帮我打三一叉，三一蓝叉 L 加一。”三一蓝 XL 加一，三一蓝 M 加一，三一蓝 L 加一，颜色带尺寸这样子，颜色带尺寸哦，只要1550，这一件你们真的要买 ，Tony 的 Tony 的超薄，穿起来真的很舒服。像我很怕热的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这种牛仔裤，挑都卖了，都不会晒伤。超级 无敌薄的，二八是什么材质？二八是这个，是水洗布料啊。水洗布料要看颜色。好，来，二八有红色，它是水洗的颜色，很好看哦。然后它前面是用蓝色的英文字母，黑色是黑吗？灰深灰，它是红色的字母，然后还有一色是绿，绿色也很好看。Grace 它有三个颜色哦，三个颜色。来哦，裤子 ，M 还有一件吗？M 还剩一件哦，那 L 跟 XL 都还有，所以喜欢的薄款的牛仔裤又是 Tony 他们家的，赶快线上加一，很薄哦，对，超级薄的，很薄，真的很薄。然后它的车线啊，你看它这边有做这个假的装饰的那种扣洞，有没有？裤子有买，真的超薄，真的，小姨，这件超好穿的，而且我觉得它的牛仔裤的颜色也是偏复古色，对、啊，它就是跟那种牛仔蓝的裤子不太一样，对，不一样，对，它是有点灰蓝灰蓝的颜色，它是灰蓝色，超美。然后它穿起来真的很显瘦又很薄，哇，这真的好好穿哦，真的很好穿。Grace 对，是棉质的衣服，28号是棉质的哦，是水洗的棉。然后裤子赶快加，因为它是现货，我们没有放到来去逛逛里面，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卖完的话，我们一样会放在粉专上面哦，让你们加，好不好？可以让你们加，但它数量有限，数量真的有限，所以你们喜欢的赶快线上加，我们有抽那个挂烫机哦，我们有抽挂烫机。不客气 ，Grace。好哦，那我就你们就自己加，然后就现货款卖完就没有了哈、哦，卖完就没有了。那我先拍照哦。好，猪猪重打哦。猪猪，你要帮我打三一蓝 M 加一。
赶快加。我记得以前读那个服装科的时候，还要那个手缝扣孔，没你有吗？有哈，这老师真的很那个，还要手缝扣孔哦，就是爸妈对，就是一针一针这样缝那个扣孔。啊、以前那个车衣服啊，真的每天车到哭哎、欸，车到哭，太辛苦了，读书真的很累。来，我的上衣只有两件现货。只有两件现货，然后你看哦，它的蕾丝很美，它其实也不算蕾丝啊，就是这样子一个洞一个洞的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下去做拼接，胸前这边也有一个么字形，然后下摆这里也有，然后前面是前扣式的，手袖这里也有，衬衫面哦，衬衫面穿起来很舒服很凉，然后只有白色两件，只有白色两件，可以穿到 XL 号。然后编号是32，编号是32号，来打折下来呢是1070，好便宜哦，1070只有两件哦，胸宽69，袖长21，袖宽28，衣长53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可以穿到 XL 号哦。喜欢的要打32白加1，32白加1只有两件。只有两件，32白加1，只有两件。然后它就是短版，然后宽宽的，你下面就是可以配有造型的裤子啊，休闲裤啊，牛仔裤啊，都可以。1070哦，很便宜，1070。有型的上衣1070真的很划算，红利回馈一件才多少钱？900。10出。对。1000出。1000出。32白加1只有两件，32白加1，32白加1有没有人喜欢？现货哦，现货款，32白加1现货款，现货款，白色就只有白色，它没有其他的颜色，就只有白色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洞洞有没有接得很美？然后这里就是一个么字形，这边一个么字形，然后下摆呢到后面都有。下摆到后面都有，手袖呢就是故意做宽的，所以如果你手臂比较有肉的，也可以来穿这一件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只有白色，32白加1，喜欢的就在线上加了，今天抽这个，嘿，哎，这是合影呢？对啊，你知道我那一台买2年有了吧？有啦，超过了2年了哈，我到现在还在用哦，很好用哦，很好用的挂烫机。要送你们的，今天线上加的都很容易中奖啊！我给那心意无好。对。嗯。有没有人喜欢32白加1？进来，32白加1，够人介意？够有人介意？32白加1，配牛仔裤、配色裤、配休闲裤都可以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你就算配裙子也可以，因为它就是短版的，短版宽宽的。有没有你配裙子？那种什么裙？还有什么裙？花苞裙，那个也可以，也可以配。窄裙也可以。对，没人理我，那我拍照喽。好。看回放的这个没有放在来去逛逛里面哦，你们要在照片底下加，或者是截图私讯哦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自由。好。
有点米白色，米白色，对，杏，看一下，杏色，对，对，然后腰松，全松紧带，有抽绳，然后它口袋呢是做这样子隐形的口袋，就是它是做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低调的，后面单边口袋这一面没有，材质呢很好，全弹性，是哪一家的？全弹性，裤子是看一下，这一家。要是我刚才穿的那一件短裤啊，这一家，这一家好穿，全部都是松，就是有弹性的，然后裤头是有松紧带的，所以它整件很好穿，可以当劈腿，然后劈个劈腿，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，就紧紧绷了，紧绷，比我好，比我好，有没有？它是真的可以劈腿的裤子，裤头到裤脚都是有弹性，好穿，然后几号？珊珊，珊珊，你在哪？珊珊，出来，来打折下来是1220，腰围是36-57。珍珠公三一蓝什么 ？M 好像没加到 L， 还有吗？有。珠珠，你有加到 M 吗？珠珠哎 ，OK 有的。对，打折下来是1220。36，它的腰围是36-57，臀围58，大腿32，小腿20，裤长94，要写有弹性哦。嗯，你这小有弹性。小珍说小编写无弹。对，要有弹有弹。然后小峰说是 DIVE 啊加。对，有弹，整件弹到台北去，真的超级弹，很好穿，裤头也很也很弹。可以穿到 XL 号没有问题，整个布料都是弹的，有没有？到小腿都是，好穿。重点是它的颜色很美。要打几号？打三三，桂芳三三咖加一，三三杏加一，三三绿加一，三个颜色都很好看，没有地雷色。三个颜色都很好看，想要显瘦的就是咖啡，有没有？想要亮的就是选这两个颜色，我觉得三个颜色都很好看。然后也很好配，很好配，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快点，快点，三三，多少钱？才1220呢，才1220哦，才1220哦。好，那我拍照。好，来，我等一下要换绿色，我先拍白色。我等一下换绿色给你们看哦。好，那我就三个颜色都有穿了，因为这个有没有？刚才我配洋装，然后这个来配短版都好看。其实这三个颜色都很好搭。那我现在又换绿色给你们看，这个绿啊也很美。真的很好，这种棉的弹性它是真的很好的，所以你穿个几次还会再松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好穿，很薄，重点是要有弹性才会好穿，好不好？然后腰有抽绳，口袋，然后后面单边的口袋，单边口袋 ，OK 啊，然后拍照喽。应该那真正袂使。哦，阿廖喂，妈妈喊我抬杠啊！我上去做插你啦！哦，我两个真正。姓名要带颜色。啊，要带颜色，姓名嘞。你们记住，就是你们在打编号，你们就是要带颜色。我姓康。
啦，你知道我现在在外面租了房子啊，我前几天不见一双博肯拖鞋。对啊，西查拉波个半毁哦，个搞我溪外博肯拖鞋，哦，塞林阿伯利啊，我今天气噶，我昨天哎、欸，昨天好，我昨天讲嘛，昨天一整天心情超不好哎、欸，一双还很新的博肯拖鞋298，哦，前天讲的2980就这样给我穿走，就这样给我穿走。到这没几块都穿吗？你的脚真的会烂 掉，真的是穿人家的鞋子，你不知道香港脚啊，我的脚啊，我听你问，我是讲你头下人、下的人，你都唔惊有香港脚是有艾滋病还是啥物吗？怎么会传染病呢？怎么会去偷人家的鞋子、欸？哎，我真的怕掰了嘞、欸，我真的。你是不讲我被吗？重点是我，你如果是住一楼哦，有可能被狗咬走，那还算了。重点是我住三楼，没有狗会上去吧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你就一楼一楼去看他们的鞋柜里面到底有没有你的鞋子。你敢去吹？我没有哎、欸，我不敢呐、啊。啊，你一楼一楼去看啊。本地啊你啊，是咱连我鞋啊你也要你也喝。小偷识货啦，对啦。真的，小偷真的很识货，所以我先生就打给那个房东说，啊，还踩那个八回哦哈，哎、欸，3000几块鞋啊你啊你你也穿干啊啊怎样很多穿一下，啊、其实是2980啊，是我先生讲了，有没有要故意讲？夸张一点，贵一点，对哦，连个拖鞋也要给我穿走，还博肯的，没有摄影机啊、哦，没有，那楼梯间没有摄影机，只有那个大，我觉得住公寓真的就是差在这里、公寓就是这样，你那鞋柜爱放哪底啦，卖个放外靠啊，有鞋柜在里面的、啊，我现在新家鞋柜在里面，真的，而且我觉得那个查拉他会可能会去打量你穿什么鞋。我不知道啦，是我今天查。你看，你发觉你对一楼的话，就是嫌疑比较大。可是只有我只有我家的鞋子最多，因为我小孩的鞋子也多，我的鞋子更多，然后还有我先生的，所以全部的人的外面的鞋子都只有两双，最多三双，只有我的十几双。所以他可以在小偷一直在那边哦，我要买。可是我也想说，我也想说，可能我那一双鞋早就不知道丢掉几天了。我是那一天为了要配那双袜子，奇怪。我的咖啡色拖鞋怎么不见了？我就一直在那边，因为两个鞋，因为我怕我脱了汤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直在那边，你可咱俩也要胖你呢？掉了，然后我就，然后我先我咋样？人家说你赶快看，我说妈妈的鞋子不见了，然后我就看着我先生，我说我也要不去啊，我也要不去，然后我说北箱啊，我说。咖啡色的箱，伊讲哦，上摆的迄箱哦，我咖啡色的迄箱，伊讲你唔通你认真吹无？我讲我有认真吹，啊无你倒来佫甲我吹一届。伊讲你莫让我倒一工倒去看见恁阿妈穿哦，你莫让我倒一工倒去你甲我穿倒去阮妈遐哦。我讲真正无，真正无，我没有记忆力真的差到这样。啊无伊妈妈遐敢有？没有啊，我已经很久没回高雄了哎、欸哦。对啊。啊、我问我妈妈，我妈你搞穿我鞋啊？我妈讲我没买过一穿你鞋要冲啊！我若要穿，我会跟你讲。对啊。哎呀，但是拖鞋不见。他的意思叫你再买一双啊？雅森说会不会我穿出去忘记穿回家？我要去哪？问你问多少钱？32是什么？鼠妹说内衣内裤也会被偷。那件吗？32100，10070很划算，赶快加哦，赶快加哦。纯内衣带啥的口袋去吗？真的吗？我唔。纯内内衣内裤也会被偷哦。我是没有不见内衣内裤过啦。气死我！我内衣内裤的屁来，这样子怎么会被偷嘞？对不对？对啊，没有，我内衣内裤都在室内，没有去室外。对啊。嗯。啊，我到那是没啦，没胖你啦。没有雅珍，我真的没有，卡没有见败吧？我一直跟他讲说，我今天还来公司，我这两天还来公司找、欸，我鞋子有没有穿来这里啊？没有啊，不可能啊，我记忆力真的没有。布鞋有啊。对，我记忆力没有差成这样啊。因为鞋子我们有都会放那边啊。对啊，就真的不见了，一整双不见。还好没有不见那一双4000多的。真的都没有，哎、奇怪。我妈不知道有没有在看。你搞我冷清柜跟被吸清柜。那双也快差不多了。好啦，我裤子有拍了哈。分享一些生活小事，没有啊，真的没有，没有穿在这里。好吧，我真的头卡口子，你要掰刚刚那吗？好吧，好啦，哎、欸，我拍照了。要带颜色哦，维尼要带颜色哦。你们只要衣服的话，像这种有。
有颜色，你们一定要带颜色，好吗？它有白色，你们就要带白，三二白加一，不能只打编号，因为这样子我们不知道你要哪一个颜色。很美，只有两件。他说还是你是拿回新家了？没有，我新家都没东西。我新家是这几天才刚开始在搬东西而已，鞋子还没过去，冬天的衣服已经过去了啦。王先生说他是你那地下是在金马港吗？他背到这边都赢回，因为他都扛在那个肩那个背带有没有，他都扛在这边。他昨天搬五袋去耶。哎呀我都是装什么，装牛仔裤。你说你在这背啥？我说牛仔裤。脏啊。好了，看衣服多多。好，换你。记忆力真的，我没有这么差吧？鞋子真的不见了，我找很多天了。怎么这样？本来公司朋友新买的啦，试货。嗯，内衫叫人去偷的。啊，你偷起人的内衫嘛，足好笑的。你晒一下吗？你照杯有同款吗？内衫伊嘛硬穿啊，有没有内衣？真的是吼，内衫嘛是爱硬穿有无？伊都人偷起去啊。来，编号来到了34号米奇 T， 水洗米奇 T， 有没有？它是水洗布料，衬衫棉是这一家的。这一家两个颜色非常的凉，非常的凉，两个颜色哦。衬衫棉，然后它是水洗布料，紫色就是水洗布，然后黑色就是正常的，没有水洗哈、哦。黑色就是没有水洗的，然后前面这个啊是用印上去的，有没有印上去的？颜色很美哦，颜色很美，紫色也很漂亮，黑色也不错，两个颜色哦。
超好配的，真的很好配，啊、哦，很可爱哟、哦。高级高级高在位置，那我拍照啦，超好看，赶快加。哪位啊？可能不要刮管嘞、欸。刮刮，可能我那个派屁呀、啊。不用刮管啊，你可不可以来加什么？还有杰米拍谁？控差啊，后面不要好啊，无味啦，哈、啊，你放心啦，好哦，换我的裤子，现货只有一件，一件蓝格的，蓝色格子的，这边是松紧带哦，它腰围是松紧带，后面是这样，它是泡泡布哦。它摸起来就是很像有点那种泡泡布，然后有弹性哦，有弹性。可是这件可能只能穿到 L 号，我这件只能穿到 L 号，编号35，现货只有一件，蓝色的哦，蓝色的，腰围35/55哦，那它可以穿到 X 号哦。可是我觉得我建议还是穿 L 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建议穿到 L， 它这件有那么长吗？建议穿到 L 号哦，建议穿到 L 号，因为这个 XL 穿起来可能会整个都会贴住不好看，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穿到 L 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臀围55，大腿28，小腿20，长度88，裤档30哦，只要1280，只要1280，要的帮我打35蓝加一，超好配的裤子，格子裤。穿起来很瘦，然后前面是两个口袋，有没有？前面是两个直立式的口袋，然后后面呢是也是两个口袋，这样子，弹性哦，它整件都有弹，微弹微弹，很舒服哦，很舒服，蓝色的格子 ，OK， 有了哈、哦，小放假对不对？好 ，Thank you， 看下面的，看咱们家谁哟。难道我把所有会的语言都讲出来了？非常好。车的图案，然后我觉得它白色其实也不太会透明，它的面料是比较扎实，不是那种很薄很薄的那一种，然后可以穿到 XL 号，现货款哦，编号37，喜欢的要打37白加一，37信加一，来折扣下来呢是560。肩宽52，胸宽53，袖长22，袖宽19，衣长70，这可以穿到 XL， 这个可以穿到 XL。这胸宽有没有小？我量一下， 560，很便宜哦，现货、哦。胸57耶。胸宽57哦，可以穿到 XL 号哦。胸宽57，胸宽57。我现在穿的是白色，还有杏色，杏色两件，白色一件，560，很便宜，560。可爱的吉普车，吉普车。对，如果你家里面有国中生、国小生，其实这个也可以买给他穿。国小生、国中生，这个也可以，好不好？这个也可以，这个可以买给小朋友穿也可以，或者是你当亲子装。也可以，妈妈穿白，小朋友穿杏也可以哦。我现在穿的是白色吉普车，黄色吉普车，560，快点到蓝白。
560，很便宜呢，560呢，现货款不用等呢，560，然后杏色也好看，杏色你下面就是可以配咖啡色的裤子啊，配绿色裤啊，有没有？所以好看，颜色很美，560呢，这个不用等呢，进来现货款，现货款。今天不给力啊！好，拍照没关系，就是给那个看回放的人对加，好不好？然后只要是我们讲现货款的哦，就是那个来去逛逛里面是找不到的哦。好，你们要在那个粉专上面照片底下加。棉料哦，很舒服，真的很亲肤，就是棉T，扎实的棉T，它不是竹节棉，不是竹节棉，这个面料就是纯棉料，不是那一种竹节棉很薄的那一种，不是。文怡，560真的可以，560真的不用考虑了，560真的很划算，就算你买来当家居服都划算，都便宜，好不好？560，杏色、白色，杏色啊也可以配绿色的裤子，有没有？杏色也可以配绿色的裤子，配咖啡色的裤子，配牛仔裤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的，很好搭，真的很好搭。这种棉T其实真的就是你家居服啦，你穿出去啦，或者是去 Seven 倒个垃圾，都很好看，它就是不会让人家感觉说，哎，很随便的一件衣服，就很可爱呀，对不对？吉普车很可爱，这个图案真的很少哎。很少看到这种车车的图案欸，对不对？对，要不然都是一些什么史努比啊、猫咪啊、兔兔 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少会有这种吉普车的图案哦，好不好？把握哦，把握现货哦。我们剩最后两款了哦，喜欢前面的赶快加起来，我们剩最后两款的，快点快点，躺着的赶快坐起来了，不要再躺着了。给我坐起来，坐起来，躺着的赶快都起来了，剩最后两款了。我们会抽这个线上加一的，会抽挂烫机。然后从昨天开始，只要你满2500，我们就是送购物袋一个，好不好？送完为止哦，送完为止，送完为止。对，好，谢谢文颖。然后还有2件杏色哦，看回放的自己加，好不好？杏色还是我配一下。重拍一下好了，白色就不用拍。小芳说：“我就是躺着的，赶快起来！”小芳起来，躺着的人都给我坐起来，快点！我就是躺着嘞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打我、啊！打我、啊！小芳，小芳，I watch you 。哎，我学的那个文编。文编每天都在那边 I watch you， 我看着你，我正在看着你，我知道你们躺着，赶快起来了，我们剩最后两款了。好，几件吗？我们才几件呢？哪一个？就是刚才这一件啊，这个到底有几件？够五，够五吧，写够五。我等一下下去再送给你看，好，不是送给你，不是送给你看。你看我来一二三四五啊，黑色有五件，来你看一下白色一二三四五，他算给你看、欸，我算给你看。对，我就是要继续躺着嘞，啦啦啦啦啦。I watch you， 站起来呀、啊，站起来，不要再躺着了，快点。我就是要躺着嘞，嘞嘞嘞嘞。不用想那么久了，赶快加起来哦，好不好？棉料很舒服，
超杏色好看，杏色配咖啡色，配绿色，配牛仔裤都可以。OK， 下一款，好，最后两款了哦。来，编号来到了39一件，39绿色一件而已，一样是水洗。水洗的颜色有没有看到？它颜色很美哦。水洗的颜色前面是英文字母，下面呢、啊、下摆是做那种不收边，它是卷边的，卷边的前短后长哦，前短后长，版型一级棒，不会变形的棉，有一个颜色绿色只有一件，编号39，来肩宽63，胸宽65，袖长20，袖宽20，衣长前面56，后面61，下摆65，可以穿到 XL 号。只有一件，只要750，这一件真的要加750哦。喜欢的帮我拿39绿加一，颜色很美，赶快走一件而已，只有一件。姐妹，所以你下半身你配牛仔裤、灰色的裤子也都很好看。39398895。只有一件而已哦，所以我们就拿出来卖，好不好？谢谢琼霞，是吗？好 ，OK， 那换裤子哦，裤子也是现货哦。然后这一件呢，是我们之前卖的很好，只是说这个颜色没有卖过，然后照片呢，韩国也没有给我们这个颜色，可是后面它竟然有这个颜色哎，可是我们一样就是这两个颜色卖。这两个颜色就是卖现货哦，就是灰，浅灰，浅灰，深灰，浅灰跟深灰哦，对，浅灰跟深灰两个颜色，两个颜色，这个之前卖的很好，有紫色、白色啊，你们记得吗？然后它是有弹性的，有弹性哦，来我看一下。编号40，来这一件腰围呢32到59公分，臀围56，大腿30，小腿20，长度81，裤档30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，只要1190，现货、哦、卖完就没有了哦。然后一样，这个没有放在来去逛逛里面哦。然后是他们家的，然后是这个他们家的 P O P O 什么 C O R N 这一家的，这一件我们之前卖的很好，有白色、紫色，好像杏色吧，哈，对不对？杏色的，然后前面就是有一个小口袋。如果你们上次有买的那些颜色。这个是新的，其实是新的颜色，可是我们就是卖现货，好不好？新的颜色是我脚上，就是身那个脚上这一件，好不好？脚上这一件是新的颜色，它是深灰，它是深灰色，都还有哦。对，数量还有，先加先赢呢。超好看，赶快加，现货卖完就没有了哦，卖完就没有了。看你们喜欢深灰、浅灰。这个颜色是没有卖过的，就深灰跟浅灰两个颜色你们都可以加，因为它是薄款，然后弹性很好，可以穿到 XL 号哦，可以穿到 XL， 快点加。质感真的很好，然后大概是9分裤，九分裤哦，现货只要1190，好便宜哦，超便宜的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真的要加了，好不好？这现货哦，最后这一组了哦。没有买到你们会追星瓜，对星瓜有没有？这个之前我们卖的超级好的，超级好的，你们有买过就会知道。然后你们上次没有买过的颜色，今天都可以把它买起来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款了，是，赶快买起来，衬衫棉超舒服，超好穿。
前面有个小口袋，颜色很好看。裤长不止八一吧？嗯，我量一下。好，来量一下。应该是八一对。对呀、啊，八一对，八一哦。叶子八十一对哦，这样。深浅灰，深浅灰，深灰没有了，深浅灰哦，剩这个颜色。啊？我穿一下。来，好。浅灰来了，对。灰色深灰没有了，剩浅灰。好好穿哦，好薄哦，真的很薄哎。哦，就是要穿起来它弹性很好哦。对，觉得穿起来触感很好。是的。对。触感，深灰 Grace 有加到吗？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这个现货有拿起来吗？有啊，我有放在那个，我有放在、那個有哦。有加到，有加到哦，深灰的 Grace 有加到哦。我有放在袋子里。好，非常。我没有乱放， okay, 放在袋子里。好。哦，好可怕！你怕被打吗？我怕被打，我怕被打屁屁啊！你跟懒鱼说，你跟懒鱼说，如果他下次再这样，我要打屁屁哦。心里，我们小帮手，好可爱哦。你跟奶鱼说，他下次再这样，我要打屁屁哦。那还有吗？这么可爱，我让你打也没关系。我也想让你打。还有两件哦，浅灰还有两件。进来进来，浅灰还有两件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要买起来。那还有一件，对不对？浅灰也可以，浅灰就是可以配。哦哦哦，重复打的，可以配28的灰，有没有？超好看，它是深灰配浅灰，它就是有点灰蓝灰蓝。你要说它蓝也可以，啊、然后说它灰也可以，就是它的颜色很会调。对，就是韩国真的还蛮会调颜色，调、嗯、到我们真的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是灰还是蓝，对，讲不出来它到底是灰还是绿，是咖还是信，都要咖不咖。要信不信，要灰不灰，啊、要就是看直播的颜色为准啦、啊。嗯，对，还有直播的颜色，还有两件、哦，最后两件浅灰，最后两件了，加起来我们要结束了。对，加起来，我们要结束咯，可以穿到多大？XL，XL 哎、欸，对，因为它腰围超好，它腰围呢是到59哎、欸，哦，这么弹啊？它弹性很好。对啊，它到59哎、欸。啊，有人比吗？最后两件啊，剩一件，但是剩一件，剩一件，你干嘛？重复怕我，我啊，剩一件，对，剩一件，剩一件，耶、yeah, ！快一点，快一点 ，Go Go Go！ 哎、欸，快点，那我们早点下班了，我们要下班了，我们下班了，最后一款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耶、yeah ！然后这两天呢、啊，讲一下哦，这两天呢、啊，就是线上加一的，我们都会抽一台刮烫机。然后从昨天到浅灰好搭，浅灰超好搭。对，昨天开始，你们的单只要一笔单有满2500以上，一笔哦，一笔哦，不可以分开哦，一笔，我们就抽就送这个我们的品牌购物袋一个，送完为止哦，送完为止。所以有时候如果你收，就是你后面比较晚结单的，就算你没有收到。就是我们已经送完了，好不好？不可以吵哦，好不好？就送完为止。然后我们这个批送完，我们就还会再做下一批，就在做我们第五个小孩，是对不对？这是第四个小孩，是对。OK 哦，哎，赶快哦，浅灰还有一件哦，剩最后一件了，那先拍照。好，没了。好 ，OK。姓林哦，姓林，我知不是你是姓黄，不是姓林。黄姓林，对，你是姓黄，不是姓林、哦。对对对，耶，谢谢你们。昨天跟今天都可以回放，对，哦、就是预购款的都可以再加，然后现货款的，就是看一下我们的照片还有没有，如果没有PO出来，就表示它还有，好不好 ？OK 哦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